王爷不觉得今天的事很蹊跷吗？堂堂宁越国的太后，究竟是谁胆大包天，敢对她下毒？说来听听。贸易劫之事让王爷尽得民心，可皇上还小，朝政大事皆由太后定夺，此事文武百官颇有微词。太后知晓你有百活丹，借此试探你。其实她根本没中毒，而是担心王爷会给皇上带来威胁。本王从无那等意思，本王一定要让洛天成为一位有担当的皇帝。王爷对陛下倒是一片真心，不知道王爷能不能对我也像对待陛下那样。你还想本王怎么样啊？我想让你娶我。明日举行婚礼，本王迎你入府。他要娶你，证明他已经对你放下心防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。趁此良机杀了他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解决宁月和北辰的矛盾。不然洛离会一直身处危险当中。雪兰，你去给我准备一些能让他晕晕乎乎睡过去的药粉，先安全度过今夜，再想办法。终于娶到你了。王爷，结婚要喝交杯酒。洛离，在我没想出如何解决你们两国矛盾之前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今夜就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。一个杯子，我再去拿一个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禀报将军，无双已与洛离成婚，但是刺杀失败了。哦，爸，据探子来报，宁叶太后已对洛离起疑，是太后与洛离表面虽和，暗地里居意之地方。贸易节的火热恐怕是让太后坐不住了，她势必会对洛离出手。给小皇帝铲除祸患，我们只需静观其变便可。将军英明。告诉无双，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救出雪儿。是，将军。他有什么指示啊？将军希望你尽快救出阮晨雪。他之前为了任务，把阮晨雪送进离王府这几年，
我也没见他有多伤心。看来你们家将军也终于明白什么是相思之苦了。这个是将军让你转交给他的，将军还希望你多获取一些宁夜的军事机密。这么说，华晨不打算杀洛璃了。四死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。雪儿，我错了，让你孤身入离王府，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是我的错。待此间事了，我定会迎你回家，唯愿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将军，我等你。一夕一伤悲。